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伙，这位小伙据说是要来接自己的仙子回家。接自己的仙子回家，哎呦，是在接我吗？我就是说真人的燕子姐，真人的燕子姐，你看我今天，你怎么声音都颤抖了？前台只有一个花仙子吗？没有，就是第二个仙子了，我认为啊。然后呢，我就是他用什么车我都可以跟他走，因为我这个吧，如果他自行车的话，我这都挡灰的，这个非常实用性。然后要开车的，摩托车就能飞出去啊！摩托车我这一底下有袋，直接在底下系个死结，挡灰还保护头发，特别好。花仙子啊，你连人都没见着呢，现在就惦记坐什么车跟人走了。这小伙也是毫无悬念呐。对，就说接自己的仙子回家，来，掌声有请小伙出场。全程热烈。请关照中的一门下土柔肠，他们东北爷们儿贼拉拉的强，东北东的火柴都打不一闯，在上面写着乱就发射空管，全军练武才火箭等你来，东北爷们儿就是棒，要么有梦要上楼岗，心在上关关好请关照中的一门下土柔肠。大家好，我叫佟亮，来自辽宁盘锦。我的爱宣言是：于静，我今天来牵你，要跟你练上那么一练，吐上那么一吐。哎呀！哎呀！不是小伙啊，你挺霸气呀、啊。就是啊，你不是奔仙子来使劲的吗？你出场之前，你听没听见呢？有一个姑娘都想好了，到底坐什么车，挡灰的帽子都准备好了。你把她心都伤碎了啊！我这次做的是云彩。做的啥云彩呀、七彩祥云。然后接的啥仙子啊？接的是紫霞仙子。哎呀，紫霞仙子啊，七号鱼精。不是，属实头脑有点头晕的感觉。头晕的感觉。我还心真是奔花仙子来的呢，她不仙子吗？我先那头套戴的也挺好，该说不说，小丝袜穿的也挺板正。人家那叫帽子，不叫头套。Cos play 就是。对对对，啊，差点就上错花轿对错郎了，空欢喜一场啊！刚才花仙子一听说要领着仙子回家，花仙子声音都发抖了，燕子姐就马上要离开了。那花仙子想说点啥？现在就是小伙勇气可嘉，加油，希望你能牵得美人归，加油。谢谢。我想对这个小哥哥说，他能把我们灯都灭了，就留鱼精的灯，这个行为我觉得很霸气，祝福您。二号老高，就是你这个什么处上那么一处，练上那么一练，挺好。你看于晶能不能给你走上那么一走吧。四号珊珊想说点啥呀？这灭太爽了，这家原先就我自己灭，这家伙现在这一共16人，这家伙灭15个，啊、我高兴，我寻思灭我的了。好吧。那也不用选意中人了是吧？当然不用了。对呀、啊、这直接就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结果了。有没有感觉燕子啊？人小伙做节看咱节目比咱自己做节目都上心。是吗？一提仙子咱们都想到只有花仙子，人家咋就能想到还有个紫霞仙子？我怎么都不会把鱼精跟紫霞仙子放在一起。东北版的藏獒版的紫霞仙子。对不对？藏獒版的。来，那小伙既然奔鱼精来了，而且拿出这个决心了，我们来了解一下小伙，好吧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和胆量呢？看抖音。我佟亮，今年23岁，我之前当了5年兵，身高1.88米。我的家是盘锦，一提到盘锦，大家可能想到盘锦河蟹，没错，盘锦就是全国出了名的河蟹之乡，我家也是养河蟹的。
走，我带你们看看我家的蟹田。看，这就是我家的蟹田养殖基地，这些地一年能收个三四十万吧。不愿在家里待着，我现在在沈阳的一家油田做质检员工作，一个月收入10000多。我的性格就贼爷们儿，我想干啥就必须。都说当兵的小伙是钢铁直男，那是因为没有遇到对的人。狱警，我可以为了你做一切的改变。我手机备忘录里记着你的所有喜好，知道你喜欢吃辣，因为我不能吃辣，所以知道以后每天都在锻炼吃辣。我还知道你喜欢的颜色是绿色，喜欢的水果是西瓜和樱桃，喜欢的菜品是火锅，喜欢吃辣的。你说你喜欢家庭氛围好的。弟弟跟小亮牵手吧，阿姨现在给你做好吃的。跟同亮牵手吧，做我家儿媳妇。嫂子跟我哥牵手吧，以后我们一起欺负他。平静跟我走吧，平静跟我走吧，平静跟我走吧。狱警，跟我走吧，我会让你幸福的。狱警，跟同亮牵手吧，我们全家欢迎你。哎呦，满满的诚意，全家都出动了。